立位的学员，大家较早，大家好。来，头先吼、喔、要上课进前吼、喔，工商服务一下吼、喔。这本《新台湾论》阿未买页手，吼、喔、好，后壁咧卖哈。这本吼、喔、就是咧讲即个战争法啦、啊、国际法律的规个民政府的论述啦、啊。的根基，论述的基础就是这本。啊，你若读这本了后，搁去读迄个战争史的回顾吼，你就会当真清楚了解到底是咧写啥物货。啊，这本会较歹读，吼、哦，这本会较歹读，啊，读了你就会较清楚。过来，英文能力较好个啦，吼、哦。咱在阵英文能力较好诶，有去留学过啦，大学以上英文能力较好诶，请你爱要研究诶时阵，你通买一本吼，即、這个《台湾最终地位三》伊一本原文，全部拢原文伫遮，吼、哦、啊，即、這个773页，773页就是迄个判决书原文就伫遮，吼、哦、原文伫遮，所以判决书你咧看诶时阵，内底吼第几点第几点。毋是一点一点，伊列互你，迄几点几点是咱胃内底甲伊揭露出来啦。吼、哦，伊判决书毋是写第一点是啥，第二点是啥，毋是安尼写呀，伊是叙述文呐、啊。吼、哦，啊，这个这真内底是即个一寡即个上诉甲法院，吼、哦，即、這个律师咧辩论的一寡文件，以及美国解密吼、哦、解密的一寡机密资料，即种的应该乌乌即款的。这就是美国和民政府的机密资料，拢伫这本内底。你这个外文能力较好诶，吼、哦，会使买这本来看。好，来，咱今仔去上课吼、哦，主题解读解读啦吼、哦。这个用台语念起来吼，无同款啦吼，听起来无同款。啊，你若用北京语念起来，就解读解读，听起来都一样啦。吼、哦，解读解读，听起来都一样啦。欸，拍谁吼？听不懂这个闽南语的，请举个手好吗？哦，您是客家，哦，高沙，哦，困难度很高吗？有一点点，哦，我试着那个同步翻译啊，哦，啊，我听无北京语有无？敢有？哦，啊，听无北京语。敢若听有日语，我嘛无法度。好，来，咱今仔日解读解读，来开始。在先呢，甲大家分享一个圣经节啦，吼、哦，圣经节啦，伫箴言24:5的地方，吼、哦，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今仔日来读来民政府吼，读即个国际法律吼，老实讲啊，咱台湾人做悲哀啊，爱读国际法靠我都救家己啊。美国人到敢有讲，咱讲平常老百姓咧读国际法嘞，其实无呢，吼、哦，其实无，因平常时个因平常老百姓就好好啊生活，因为因有一个正常的国家，啊，咱即马拢无正常，啊，无正常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正常的原因，就是我们被洗脑洗了69年了啦，洗69年啊，啊，讲哎69年，有人讲68年、69年，安怎算？为1945年，1945年开始计算了，算到今天了，69年了、哦、那国际法、国际法内底都是知识啊，伊、哦、都是知识。啊，咱读起来知识哈、哦，就会力上加力，我咱靠开力建立咱家己哦正常化的国家啦，哦正常化的国家。来，今天的课程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你们。头脑里面、头壳内底
中华民国跟台湾这两个概念给打断啊，我们这个两个东西已经缠绕了，哦，哥哥弟六十九档，所以我们头脑不清楚，我们情感上分割不开，那你情感顶面咱挂袂开啦，哦，来，那知识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哦，基本的观念叫做逻辑啦，哦 ，logic 逻辑，那这逻辑头前这几根哦 ，log， 这就是话啦，哦，就是一字啦，话啦，哦，原本的字甲话的意思，啊，讲话内底吼，讲话里面就有逻辑啦，哦，讲话里面就有逻辑啦。诶、欸，我讲一个简单的啦吼，诶、欸，阮民政府甲咱民政府有差别？无差别嘛？有啊无？有啦，有差别呢？咱是啥？大家啊，阮是啥？唔是啦，咱也是我们呐，阮嘛是我们呐，中文分袂出来啦。好、哦，啊，闽南语的“烂”哈，闽南语的“烂”哈，包含我是讲的人对不对？包含听的人呐、啊，它是一个集合名词啦，集合名词啦。烂就是包含你，你听话的人啊。哦，我讲咱民政府的时阵，就包含你嘛，包含咱在座的嘛，这叫做烂啊。我若讲阮民政府哦，啊，恁都无关系啊，恁在座拢无关系。阮民政府，你唔是民政府，安尼听有无？所以咱甲阮的用词无同款，用词不一样，它意义就不一样。所以你也看政治人物啊，伊拢用咱，是吧？在情感上，我们拉近距离啦。哦，咱台湾人哦，哦，会开人，无论伊是台湾人啊，是讲伊唔是台湾人，伊拢哦，对 对，咱台湾人，情感上、政治上的用语啦，哦，来。逻辑有三大定律啦齁，同一律，同一律就是安尼啦，台湾等于台湾，安尼叫做同一律啊，两个可以交换，或是台湾等于台湾又等于福尔摩沙齁，啊可以交换，它怎么交换都不会改变齁，不会改变同一律，它是一致性的啊。什么叫违反同一律？违反同一律，来，有一个蔡小姐啦齁，蔡小姐她说的，中华民国等于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等于台湾，流亡政府就要等于台湾啊，它交换过后就要等于，就等于嘛。请问各位，流亡政府等于台湾吗？或者是台湾等于流亡政府吗？可以这样子等于吗？哦，我们现在观念要慢慢把它切割开来了，来，矛盾律了哈，两种相反的概念，两种特变的概念啦，哦，有跟无嘛。这只能两种相反的概念了，哦，那我们来看案例一。我从没有讲过白海豚会转弯啊，白海豚自然有它生存有水的这个路径哈，它也会转弯的呀，不是车子就是一直往直线走啊，它鱼也会转弯的。它既然在台中港那个海堤它都能转弯，那何以在彰化这里就不能转弯？不是我讲。我必须要澄清，我从没有讲过白海豚会转弯，我从来没有讲过。那这个就有跟无，哦，啊，到底有没有讲过？有嘛？啊，他怎么说我从来没有讲过？政治人物最容易犯矛盾律，哦，政治人人物啦，那讲白贼白贼就是咧讲伊犯的矛盾律啦，哦，但是矛盾律你有一个观念哦，啊，比如讲小明一生接触歹。成绩很不好啊，一年后一当以后我就讲小明伊成绩足好，安尼敢有矛盾？敢有矛盾？无啦，经过时间的推演，他成绩会变好啦，哦，成绩会变好啦，所以那个没有矛盾啦。啊，如果我在同一个时间我甲阮爸爸讲，诶，小明成绩足好，啊，妈妈问我的时阵，我讲小明先叫做歹，安尼叫做矛盾率啦。好，哦，啊，那时间推演，他的个人因素、个人因素会变化。好，哦，啊，这里无矛盾啦。好，哦，啊，这时间因素要加入。好，哦，来排中率，
生跟死之间哈，有跟无之间，没有模糊地带啊。我咧讲逻辑哦，我们直接讲修辞学哦，哦，修辞学的讲若有似无，哇，天海都诗情画意啊，若有似无，或者是生不如死，哦，或者修辞学有这个啦。其实逻辑上没有半死啦，修辞学有半死，我甜甲半死，是吧？累了半死，哦，这个叫修辞学啊，但是逻辑上没有半死，死跟生的差别就是。可以抬去埋起来了，或者是可以他去烧了，这就是死。如果他还有一口气在，我们都不能把那个人把他拿去烧，哦，这个违反人道，哦，所以在逻辑上没有半死这个东西了。来，接下来呢，给几个给大家哈，哦，大概有几个啊，这个解读的工具啦，哦，大概用笔抄一下啦。因为这一个基本的观念吼，帮助恁去看台湾的媒体啦，吼，帮助恁去看台湾的媒体啦。来，目睭睇落去哈。恁在这一幅图画里面，恁有看到几个人？哦，有人看三个，有两个。啊，三个举手，三个有无？哦，好，迄个。好啊，两个，看到两个举手。啊，一个，好。啊，有看到狗啊无？敢有？有看到马？有看到溪无？有无？有看到一个桥无？有吼，有吼。啊，有看到一个人倒在睏无？有吼，这大概太明显了吼。这种叫做视觉错觉图啦。好，来改变观点，这个是工具之一。改变观点，你就会有新的看见。你看代志的角度咯，那一边，你看物件就会较正确、较精密。改变观点，就会有新的看见。他多啊吼，他多啦，讲两个嘛，就这两个嘛。但是你若较远看吼。这规百度是一个像个老人安尼啦，吼，改变观点咯，所以你呐拉近观点，你的眼睛呐，啊，拉进来的时候，这种诶往细处看，局部看，这种叫做微观呐，啊。你呐拉到远处的时候，这种诶叫做宏观呐，啊。你得看了规面的图嘛，规面的信息嘛。哦，整个图面的讯息你就可以解读得到了。如果你拉近就是微观嘛，啊，你拉远之后你整个都看到，哦，就是宏观了。所以改变观点就是新的看见，这是工具之一了哈，哦。来，我们来看案例二。有问题吗？我尽量让大家看影片、图片，啊，甲介绍大家一个观念，好，哦，安尼就连接了起来。好，哦，啊，每一个图片甲影片，伊拢有一个意涵伫内底，啊，甲大家介绍迄个解读工具，它就是一个概念，好，哦，啊，咱注意看。这应该免解释啦吼，这物件大家拢知影这啥物件啦吼。
好，我见解。现在变哪呢？大家看到地球仪对不对？有看到地球仪嘛？有看到棒球嘛？哦，啊，你看的时阵是几粒的嘛？啊，现在变一张纸，现在变一张纸，看到的跟你想的不一样啊。你一开始看的时阵吼，咱看物件的时阵，看东西的时候，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都被我们教育的东西限制住，所以我们就会先入为主，看那个东西就觉得那个东西应该要怎么样。好，所以看到的跟你想的不一样了，不一定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啊。好，那你喜欢这样，咱媒体24点钟，60几年来一直洗脑，咱会用限制掉的。来，这是一幅图哈，里面有什么东西？狗。有人看到牛，还有吗？乌龟。哦，我看到狗的，请举手啦。狗。哦，OK，多数的人看到狗嘛。哦，的确，它就是狗啦。来，这伊的耳啊，它伊头仔落去啉水吼，它头低下去吃东西喝水，然后这左前脚、右前脚、左后腿、右后腿，啊，这它的尾巴，哦，它的背，这个图哈，很有趣的，全部都是黑色的斑点，这只狗啊叫做大麦町的狗，哈，大麦町的狗。来，我们看一下案例三哦。Spot the octopus on the coral reef. Now you see it. 好，暂停。你刚看得出来，这是一只 taco。安尼，这个时阵啊，看不出来嘛，哈，对不对？这看不出来了。这你也去海底哈，你看珊瑚礁哈，刷藕啦哈，珊瑚礁，你也看，其实足侪。生物伫顶面，啊，你看袂到，吼、哦，跟它多一张图做类似的概念，吼、哦，这关掉，这关掉，好来，来，看不到，不表示不存在，吼、哦，这个解读工具哦，看不到不表示不存在，就是迄个物件吼，伫你的面头前，就算互你看到啦，你嘛看袂出来啦。哦，你也看不到啊！啊，你就明明就摆在你面前啊，可是你就是看不到啊。就算伊伫你面头前，互你看，规个拢互你看，整个让你看，你也看不到了。看不到，但是不表示不存在了。哦，来，台湾民政府的论述就是日属美战呐、啊，哦，日本属啊美战。哦，美军占领了、啊，哦，美国军政府占领，那、啊、大家有看到吗？都没有看到，对不对？啊，它存在吗？啊，你怎么知道？上过课哈、哦，有上过课的人就要看得懂新闻的哦，请大家回去注意看一些有关于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的新闻，有关于国际事件。战争的问题，哦，地区的问题，国家的问题，或者是有关于台湾的军事的问题。来，目前我们处于美国军事占领状态嘛？啊，未上课之前我嘛唔知啊。哎，上课了，旧年阮太太咧做过来，哦，坐月子内啦，就是看到一个新闻，哎，很有趣哦。来，案例四。这还牵涉到美军哦，在2006年的时候哦，其实美军哈、哦，他们内部也是这个后勤管理体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的，结果他们错把哈、哦、四枚这个叫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头的，弹头的它叫锥体，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头。
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对对对。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我们那时候本来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嗯。好，好，那也不打紧，你送错了就送来，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航勤处一个基地里头库房摆进去，摆了多久？一年多，没有人发现。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送错了。没有人发现送错。我们有弹头。对对对，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我们还放了一年多，放了一年多，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3月哦。嗯。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哎，少了4个弹头。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我们国军的那个这个库房的管理哦，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反正这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弹头之类，我也没有上报国防部， yeah. 所以就摆在那边，摆了一年多。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3月，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三更半夜，派了一架军机，降到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半夜哦，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当然应该知道，没有通报，也没有通报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雷达什么都没看到。那我们今天不把打下来吗？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所以这个哈、哦，有趣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哦。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AIT 的官员啊、哦，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二系统、情报系统啊、哦，因为跟他们很熟 ，OK， 就跟他们说，哎，有你们库房里面有4个东西哈、哦，是运错的，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就派了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置，这个外置的这个车子哈、哦。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嗯、然后就把这4枚弹头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嗯、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嗯、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 的这个代表才跟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叫蔡明宪才口头跟他报告说，哎，我们昨天晚上把这4枚弹头带走了，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嗯、他才发现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嗯，美军占领了，看到吧？伊他都要讲了，咱用逻辑来检验整个新闻呢。伊讲4个弹头放在那个台南的基地，没有人知道。那为什么他知道？哦，但后来他知道了，他可以解释了。后来，美国派空那个飞机降到清泉岗机场，对不对？一共也嘛哈，没有人知道。一台飞机要降到机场，机场的人可以不知道吗？会不会？不可以嘛，因为一个石头啊，是安怎可能那只的坠机安尼的搞掉的倒去安尼？哦，塔台一定知道了。啊，没有上报国防部，你袂感觉这新闻怪怪？哦啊，伊头多个讲哦，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那个美军的物件，伊要搁爱甲伊问讲可不可以哦、喔？啊，伊无人机来的拢无甲讲啊，伊搁甲伊问讲可不可以让我再回去？我即摆咧讲，拢用迄逻辑去检验他的那个新闻了哈。过来，伊讲总统大选之前，2003年，甲迄个核弹头坑里基地嘛，啊，总统大选之后拿走嘛，哎、欸。总统大选跟美国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会有这些军事动作？好、哦，你可以解读这个东西哦。再来，伊讲连国防部长都不知道，小兵也不知道。那请问，他这个事情再来到再回去，到底是谁在帮他配合啊？军队中到底有谁在配合美国做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亲美军的人或者美军自己的人，他如何达到这件事情的完成？好、哦，所以那你看这新闻的时阵，你要解去给他解析开来，解析开来，你得干嘛？哎，做趣味哦。啊，这个飞机飞到太平洋上面的时候，才 AIT 的那个局长才打电话给蔡明宪哈、哦，那个国防部长说啊，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上空了。啊，你表示什么会？美军对你中华民国哦，其实就因讲的中华民国啦，伊叫台湾当局啦，其实伊是伊的细汉的啦，哦，美军才是老大啦。
我根本连你理你都不理你，我根本就不需要跟你知会什么，而且我还是派一个 AIT 的局长跟你讲的，哦，不是美国国防部长跟你讲的哦，是 AIT 的局长跟你讲的。来，解读工具二了哈，我们看一下案例五。In your office or at home. This is probably our best illusion yet, and it's up for sale on the website now. Good, 暂停。这个影片哈，这个影片在看的时候哈，你看那个镜头在照的时阵哈，人脸会跟着镜头跑，哈，镜头呢照来这边，伊就看伊这边，啊，那照来这边，伊就看伊，好，啊，结果呢，你看到已经过头去啊，哈，过头去啊，你看，原来，但他都要看，我们以为是凸出来的立体的，原来它是凹进去的，一起那一边。啊，这过头看的时阵，才知影这个面具，这个人脸是从后面凸出来的。好，这个关掉。这个影片要跟咱讲什么代志？来，脱离受限的角度了。我们在看台湾的媒体，就被台湾的媒体做某一种程度的限制。咱咧看媒体，台湾的媒体的时阵，媒体予咱的信息、予咱的新闻、予咱的内容是受过改造、变造过，所以你看遐新闻就会受遐新闻的限制，你看袂到其他的代志。所以你要脱离受限的角度，好，脱离受限的角度。测验题啦，好，测验题，一个大人带一个囡仔去公园佚佗，大人带小孩去公园玩，然后有两个警察来，那个小孩跑到比较远的地方玩沙子，吼，那个囡仔走去较远的所在耍迄个佚佗沙安尼，啊，其中一个警察问大人讲：“迄个咪恁囝？”迄个大人讲：“对，迄个阮囝。”吼，警察问大人说：“那是不是你孩子嘛？是不是你儿子啦？”他说：“是，我儿子。”然后另外一个警察再问那个小孩子：“吼，另外一个警察问那个囡仔讲：那个是不是你爸爸？”那小孩子说：“不是。”那请问那大人跟囡仔什么关系？啊？大人跟小孩什么关系？叔叔有没有？还有没有？之前有人说阿公啦，有没有？大人跟囡仔什么关系？亲情的关系。啊，那大人是囡仔的什么人？迄大人是囡仔的老母啦，对不对？唯有这个答案才合逻辑啦。当然，常理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啦。啊，想让你，你想让迄个幼儿迄个叔叔，因为哈，我一开始讲，迄个警察问迄个囡仔讲，迄敢是恁老爸啦？啊，你若听到老爸，你就想八十步呀。你开始你的解答，你就会去想查甫的这方面啦，你袂去想查某的这方面啦，这叫做受限的角度啦，哦，这叫做受限的角度啦。来，所以跳出原来的思想框架，哦，跳出来，跳出原来的思想框架，你看代志的角度，你想代志的角度，哦，想事情的角度，看事情的角度，就会有新的角度。来，我们看一下解读工具三。过来，这个影片哦，请你认真看。我们爱请要请大家哈，去分析整个影片里面诶元素真假，好，可以分析它的真假。来看一下案例六。这是一个美国诶一个咖啡厅来对做的实验呐，哦，美国的一个咖啡厅里面做了实验。啊，这个实验要看第一次看到人的反应是什么样，哦，看迄第一遍看到的人的反应是安怎。Hello，
a small coffee. Poppy seed bagel with butter. $4.50. Oh my god! That sucks. I'm sorry. You just ruined all of my stuff. Get some napkins, clean it up, it'll be fine. Fine, there's coffee inside of my computer. You know what? Just get away from me. Just get away from me! Just get out of my way! Oh my god! Just get away from me! Just get away from me!这影片跟一句英语叫做 Oh my god、哦、你怕到的时候你说 Oh my god、欸、外国人都这样说、哦、我的天啊这样来这影片呢我请问大家、哦、真的还是假的、啊、真的请举手、哦、好、欸、大家都说假的这边大家投票、哦、这个民意一致通过这影片是假的、哦、来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哦迄、那个人会浮起来吼，有无？迄、那个人会浮起来，啊，甲迄个图会落落来，有无？伊都安尼叽一声啊落来，啊，搁即、這个伊手安尼伸出去，手伸出去，桌子移开了。这三项代志真诶假？假哦，啊，假的请举手。二、啊、下来，啊，有真诶无？啊，真诶好，有一个人讲真诶哦，哦，有两个人讲真诶，好，先。多数服从少数，真的啦，那三项东西真的啊，大家有感觉怪怪无？公理啊，好、哦，我有给大家看解答啦，哦，来那个六之一吗？是不是？还是六之二？有另外一个影片，来我看，我大家看解答哈，来。暂停，暂停，来，我跟问大家哦，这两个影片同款哦，这个东西起立下来，真的假？那个车来的时候，阿姨手安尼做人啊动下来，啊，那个车真的假？阿姨手安尼避开，啊，电梯扑开有无？啊，手搁避落来，电梯落来，真的假？电梯，真的嘛？啊，他带迄个影片，人浮起来，真正假的？是安怎？机关呐、啊，吼、哦！啊，伊迄个遥控无倒啊，就浮起。啊，伊哎一声，迄车落来，迄后壁机关嘛。迄、那个机关的本身的物理性、物理性，真的啦。假的是啥物货？就是迄个人啦、啊。迄、那个早囡仔咧表演迄个无，啊，佮他多一个啊，一个啊，好无？假古假怪啦，好无？啊，他多迄个作成是因为吼，
咱想用感情咧看迄个影片啊。你咧看迄个物件，你会感觉讲，哎，遐个物件甲迄个人连接起来，互你感觉讲，迄个查囡仔有超能力，对不对？啊，你看这出的时候，你会感觉有超能力吗？你只是感觉是一个笑的尔嘛，对不对？他拄啊，迄个查囡仔在场的人惊到的遐个咖啡厅惊到遐，无一个人认为笑的哦，是不是？你若伫现场，我头前那迄个影片啦，无互你看到头前的机关吼，没有让你看到前面的机关呢，你也是吓到啦，对不对？你也当作真的啦，对不对？啊，为什么这一出我们看起来他就笑欸？因为在我们认知的角度内，我们可以理解的范围内、范畴内，我们知道这个的真假可以分辨，他都还看不出来了。来，再关掉。好、哦，这叫做解答。来，别受表象欺骗。作者新闻拢是表象，你看不到实质内容。好、哦，不要受表象欺骗。过来，表象的背后有真相。好、哦，这两个概念是一体的。表象，咱看拢表明呢。哦。这个人啊，真好呀！迄、那个人啊，真好呀！王姓啊，真好呀！陈姓啊，真好呀！平平拢真好呀！平平拢西边路，可能有一个人困边路哦。好、哦，表象啊，不要受表象欺骗了。表象背后有真相。来，我们来看解读工具四哈、哦，看一下案例七。注意看哈，这是一个好像是变魔术哦。Hi, I'm Richard. This is Sarah, and we're going to perform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with this blue-backed deck of cards. Now the idea is very simple.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 Right. Okay. Let's see. I'm going to go for this card here. Okay. Now Sarah 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from the deck.But she selected the card 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And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 the Three of Diamonds.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 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on the table. Give a little click of the fingers. 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s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 of the other cards have got red backs. And that is the amazing color changing card trick. 好，暂停。大家差不多看到结束的时阵，刚好发现伊规个这个内底有啥物，除了扑克牌的颜色换了之外，有发现其他的事情吗？人怎样？做记号，你说扑克牌啊？哦，还有吗？有没有？哦，有人发现有人衫裤本来穿黑的哦，啊，给变了，变色了哈，感觉有？无哈？好，那个有人看见衣服有变色哦，就表示你的敏感度哈、哦、比较高一点，其他哈、哦。我们整个人都投入在这个影片当中，享受它变魔术的美好的感觉。好、哦，来，继续放，继续放。一共不只是有关于牌的变色啊，一开始呢，它这个整个影片哈、哦，鬼影影片有四个地方颜色换了。你太多你看的时候，你刚好发现，哦，一开始是安尼嘛。好吧，啊，看到尾已经拢变啊，你都唔知吼，哈、哦，伊讲用另外一个镜头，互你看啦，到底伊安怎变 ？Hi, I'm Richard. This is Sarah, and we're going to perform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with this blue-backed deck of cards. Now the idea is very simple.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 Right. Okay. Let's see. I'm going to go for.This card here. Okay.
Now, Sarah 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from the deck, but she selected the card 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第一支镜头拢一直咧照，遮这个部分。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 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on the table. So this will click the fingers, 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 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s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 of the other cards have got red backs, and that.Is the amazing color changing card trick? 呵，快掉！伊是毋是有四个所在，四位个所在色拢变掉呀？有没有四个地方颜色都变了嘛？啊，有的人只看到衣服嘛，对不对？你有看到桌巾变了吗？没有注意到嘛？哈，那明明拢伫咱面头前呢，哎，啊镜头嘛拢一镜到底，啊，但是恁都唔知呢，是毋是？来。这影片在跟我们说什么话？焦点与转移焦点了。哦，那个摄影机给你看的扑克牌啦，一直在锁定的那个焦点啦，是媒体要你看的，媒体要蒙蔽你的，媒体要转移应该要看的焦点。媒体不给你看，他要转移的焦点。哦，焦点跟转移的焦点啊，媒体都给你看伊。合理的，拢讲笨蛇的资讯啦，的消息啦，吼、哦，啊，就不断的洗脑，咱看到咱拢麻痹啊，唔知影，唔知影要哪选择，唔知影要哪判断，导致我们台湾人在看媒体的时候丧失了逻辑，用情感在看媒体。扑克牌是什么东西？扑克牌就是那个焦点啦、啊，媒体在让我们看的焦点啦、啊。来，扑克牌就是这个。不是说不要关心食品安全，而是食品安全本来就是政府在源头就要把关好的啦。为什么到尾端才来爆出爆料说哦安诺安诺啊这个爆料了后啊无什么代志啊发一个200万啊就结束啊。齁、哦、最近叉王有无辉哥诶那个公红踢爆公黑是不是纯天然的有无啊就是啊，你也发啊，发了较重的嘛，哦，发了较重啊，无啊，因咧鞠躬道歉，可能我那无代志，好、哦，来，这应该出山了哈、哦，这伊报这个新闻，同咱人民什么关系？媒体报伊的新闻，同咱有什么关系？来，这样、啊，有无？媒体都这个给大家看呢、啊，报一些自杀的。跳楼的食品、哦、大家吃的都会死的，还包一个可爱的，有没有很可爱？大家去看啊！你都袂，你都袂记你头前遐呀、啊，你也袂去约遐的新闻啊，还无代志吧？就一刻准拄煞来，报这啦，有无？哦，大家去看哦，促进经济繁荣哦，经济繁荣啦，靠这哦，台湾人悲哀啊啦！啊，这大家最近看新啊呢？哇，这只，是不是？媒体拢咧变济啦，无正经要甲台湾人讲真正的代志啦，无正经要甲咱国家带出一个新的一条路啦，无啦。他都是扑克牌嘛，就是那个焦点嘛，那背后在转换的焦点，这事件是什么东西？来，这金补充回来啊。长国安哦，来太平洋司令返台，有无？你也可以看这啊，什么识别区？哦，后一个啊，就这个江苏的跟咱讲什么叫国家？咱对国家的概念其实是残缺不堪的啦。哦，啊，什么叫做国际之间的关系？哦，国家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国体、政体？这些观念其实咱过去拢无受教育啦，因为这个流氓政府都不爱让你知嘛。我你知影想做代志，对伊不利嘛？来，这样，裁军嘛，来，哦，司令部裁撤，来，伊讲要精粹嘛，张秘书长有讲嘛，是不是？
哦，伊个裁军嘛，啊，讲要过奥巴马嘛，哎，无偌久，你若看咱遮喏，若讲比如说你讲要过奥巴马，啊，过无偌久，你看新闻大概拢有这种反应啊。来，免做兵啊，吼、哦，这拢新闻嘛，阿帕奇买回来啊，对不对？吼、哦，来，你爱想啊，来，啊，你撤军，你裁军，啊，现在搁买武器啊，你袂感觉矛盾吗？哈？一间公司他裁员，啊，结果他扩厂，哎、啊，你说矛盾的吗？好、哦，那是矛盾率啦。来，啊，买的人是谁？下面人买 Booky 的，台湾人买 Booky 哦，敢是？美国买的啦，对不对？哎，奇怪，美国的 Booky 他是美国家己买的，你有感觉怪怪？哦，来上户籍诶！哦，对啊，奇怪，你敢买车哦？出边开？没啦哦，武器没有上。诶，美国没有美国，台湾人户籍，我真笑呢哈！来，咱开始解读啊！好、哦，就用咱去思考他多啊遐新闻的物件啊，背后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好、哦，背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来，什么叫中毒？对啦，好、哦，中毒啊，有无？咱足侪人有经验，可能年轻一辈的不知道有这张图啦，哈、哦，农民历后面有这张图啦，哈、哦，这叫中毒，哈、哦，起啊，甲钱嘛，做一只中毒，啊，够解解毒诶，有无？这叫做食物中毒啦，这样的物件叫食物中毒啦。好、哦，来，啊，那经过69年的扭曲的洗脑教育，叫什么中毒？思想中毒嘛。好、哦，对了，好、哦，来，思想中毒，来，这人嘛，看得出来吧？弓箭手对不对？好、哦，弓箭手是人嘛，看得出来啊、哦。来，这是马，看得出来吧？哦，无人讲这牛啦吼，这马啊、哦，哦，两个人就是人，马就是马，啊，那人等于马嘞，敢会使等于？袂使嘛，违反同意律啊！哎，来，这叫啥？半人马，哦，能够神话不存在的东西，哦，啊，所以中华民国等于台湾，所以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种。这个道就是在跟人讲，伊在跟人讲，台湾就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是这个意思啦。跟不存在的这种事实嘛。好、哦，来，中华民国加台湾，经过69年的洗脑，中华民国会等于台湾了。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可以这样子哦。会使安尼吗？好、哦，大家去想看卖，咱不时向迄个选举的洗脑啦，媒体的洗脑洗甲变安尼啦。哦，这人讲的嘛，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多数人接受。来，请问在座接受的请举手。哎，那无人举手，伊到底去对访问的，去得到这个民调的，我来较想无。来，这啦，咱无解读过吼，咱就会把这种物件大杂烩染做伙啦。吼、哦，台湾啊，台出现这支，有无？有人去游行就穿那个。一、那个流氓政府旗的这个衫裤，好吧？泳装嘛有啦，路跑嘛是拢穿这衫裤啊，蓝社会啊。啊，这啥物人？三太子嘛，三太子倒位人？三太子因老爸啥物人？哎，你要叫啥物人？哎，蓝社会嘛。本来我对这个信用无啥物批评啊，只不过。咱来真细个，一个宗教吼，一个宗教呐配合政府咧，甲人民洗脑吼，迄个宗教已经失去伊迄个宗教原本的意义啊。吼，任何宗教拢共款，基督教嘛共款哦。吼，任何宗教拢共款，伊若咧配合政府咧，甲人民做洗脑啊，你拢唔爱插政治啦。吼，咱有一个天国，咱咧追求天国，地上的代志拢唔爱插啦。安尼，迄个宗教就失去。伊原本存在的意义啊，好、哦，来，中毒的惯性就是习惯性，咱常常拢会做习惯的啦，好、哦，来习惯来，年轻人，请问你几年次？
63年制，鼓励一下少年人，鼓励一下。哎，那你，请问你几年级生？哎，64，鼓励一下啦，年轻人啦，哎，6年级生嘛，对不对？来，中毒了，恭喜。我们的概念里面就是这样，年次就是里面中华民国的年号了，有没有？就算现在有一些年纪较大的老大人哦，伊嘛讲伊民国30年出世的，无民国30年啦，民国30年的时阵叫做1941年，迄个时阵台湾是啥物人咧治理的？一套民国。伊毋知讲昭和还是吼昭和几年安尼，啊，他来讲民国，因为吼洗脑啦，洗脑啦。来，下一摆人阿恁甲你问的时阵，你爱回答什么？哈，西元、公元，是不是？这毋则甲世界接轨。哦，一个日本人来台湾买物件啦。哎，今年2014嘛，哈，伊要写03。民国103年嘛，03，哎，那过期啊，咱请咧用咧民国的年号，啊，得产生这种问题啊。来，两岸想着啥？咱较想嘛，讲中国对不对？这两岸啊，你太咪想去监管？日本嘛是两岸啊，菲律宾嘛两岸对不对？好，较远的美国嘛两岸啊。咱该打破了，来，内地，你想的对，中国嘛，吼，新疆、西藏，对不对？内地嘛，来，内地延伸主义，这叫内地。较早吼，咱台湾人叫本岛人啦，啊，日本本土遐叫做内地人啦，啊，过来，除此之外都是外国人。如果有一个外国人的名词，那本岛跟内地人就是什么？本国嘛，啊，本国他只要区分地区性嘛，对不对？如果有一个外国人，那相对就是本岛跟内地就是一个同一个国家嘛，区分本国嘛。所以最近迄做名的棒球的电影吼，卡弄吼，伊讲哦，汉人、番人。日本人，哎，错误的历史啊！本岛人、内地人啊，好、哦，这历史文件啦，哦，卖讲伤多，就历史文件给大家看了。来，什么叫祖国？啊，什么叫祖国？祖国，祖国的定义就是阿祖的国啦，你我阿祖。那麦克伊讲个太早去啊、哦，啊早得呵，诶国家迄个时代，那个时代就是日本的时代，就是日本大日本帝国啦。啊，你讲搁起哩咧，搁起哩叫未完呐、啊，咱叫未完。咱即卖咧讲现代国家，吼、哦，大日本帝国是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就是君主下的诏书啦，或者是下的一些那个命令啊，然后命令那个成立那个宪法啊，宪法一确立之后，那个国家就是一个宪政国家。好、哦，哎、啊，后一节来讲的啦，哈、哦。来，过去咱的这个国家，伊所有的领土都咧计划铁道铁一路啊，哈、哦。来，什么叫空袭？看案例八哦。你捌美国空袭无？空袭嘛恁？啊！你捌美国空袭吗？捌啦，我曾经啊。啊！你空袭，你敢知啥物人甲你点炸弹啊？啊！日本啊！日本甲你点炸弹？哎呀，知？日本点的，阮都拢在美容公园的，都唔知。你准备几岁？啊！咧等。哦。啊！唔过是啥物人甲你讲的？你讲你知？哎，准备咧。走美鸿公河啊，个知影，迄阵囡仔拢蛮知。阿尚，你阵在台南？
人吃啊。所以你的印象中是日本人跟订炸弹的。这个米红红的，哎，那阵日本啊，咱那个日本啊管的，对啊，那阵啊日本啊管，啊，就是中国来的，中国来吗？中国变过来的啊，你炸了后来啊，中国过来啊，中国过来，那阵日本啊要转的，我搁知影，听着。咱得数的人，哎，别人怪伊啦。咱多数的人的观念，啊，未来民政府上课的人，大概拢会回答拢会变安尼。思想扭曲了，变安尼啦，吼、哦！啊，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呢。七十几岁都安尼啊，更何况咱二十几岁的，吼、哦，七十几岁都这样子的思维了，那台湾的年轻人大概很少清醒的啦，吼、哦！来，我们整合一下哦，用逻辑的检验哦，来。两回米红空河，对不对？伊讲伊有记忆嘛，哈。两回米红空河，我请问大家啊，顶个月今仔日你食啥物货？中昼顿，袂记得嘛？哦，顶礼拜今仔日啦，你拢袂记得啊？你会记两回？哦，来，伊讲日本空袭台湾哦，敢对？啊，伊家己讲的。煞袂感觉怪怪，日本管的，啊！日本空袭台湾，你敢会起跑去你家己的房间放？可能有真少数的人会啦，吼、哦，啊，就会掠去病院去啊，吼、哦，他有可能讲家己管的土地，家己空袭家己，有人讲哦，啊，你煞袂看电影《赛德克·巴莱》，啊，毋是空袭，迄、那个空袭吼。赛德克巴莱哈、哦，那么人家看这抗日片哦，哦，那么人家看这抗日片哦，一个生存资源争夺战呐、啊，好、哦，那么人家看这抗日，迄、那个时代跟这个时代差偌济，哦，1945年的4月7日开始，咱讲实施，诶，诏书颁布了，实施宪法，咱就变作大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君主立宪，迄、那个国土的合并起来啊，吼、哦，伊就变作国土啊，来，啊，所以那他去检验呐，用逻辑去检验他的讲法，来，阿强啊嘛吼，咱想到阿强，我拢想到啥？在迄边嘛，未想到这边嘛，来，强匪嘛，来，啥物人叫咱仇视中共？啥物人甲咱搞？国民党嘛，流氓政府嘛，啊，伊就甲咱搞嘛。来看看日本啊！来，这什么人搞的？什么人搞的？国民党搞的嘛？我阿公，迄、那个昭和22年出世的，吼、哦。我阿公伊过年前过新年啦，吼、哦。我阿公伊。讲伊日本国籍嘞，啊，国民党教咱怨恨咱家己的士大人，这什么教育啊？这什么教育？来，日志啊，日剧啦，就一个对，伊拢讲日剧嘛，是不是？日剧两种啊，窃剧淘汰了。钱会当淘汰，车会当淘汰，手机也会当淘汰。请问，领土、国土、土地，你免来淘汰？占据用抢的嘛？土地免来用抢的。咱来想啊，足侪物件拢甲咱啊灌入去咱内底啊，结果咱就掉的啊。咱来想，咱遐观念到底为倒来的？日治就是日本统治管理啦，马关条约之后就是属于日本统治管理啊，就是这个条约讲的啦，吼、哦，那、啊、这都皇帝甲皇帝来签的啦，迄个时阵叫做大清满洲帝国啦，吼、哦，伊嘛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啦，但是伊立宪的时间比较晚啦，来，这嘛是几款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伊那条约对签吼，就是大清皇帝有无？啊，加大英大君主，有无？这拢是迄个皇帝对皇帝啦，讲
不平等条约嘛，伊甲咱讲拢叫做不平等条约，对不对？吼、哦，来，伊若扩张版图伊敢拍吼，伊也想拍拢叫做扩张版图啦，有无？吼、哦，讲伊个大帝国扩张版图，历史甲咱改嘛吼，历、哦、史跟我们教的就是打人家就叫扩张版图，啊被打的时候就叫狩猎强侵略。奇怪，你打人家为什么你不说你侵略别人？吼、哦，来，黄明化。那皇民化被污蔑啊！恭喜上面殖民啊，上面毁了。殖民迄个时阵，全世界拢在殖民啊。今嘛咱嘛在殖民，咱和中国殖民较近69年，我们的观念没有办法被破除。日本殖民来，日本国语运动母语还在嘛？对不对？高沙族的兄弟姐妹，你们的长辈是不是还会讲日语？对嘛？可是他也会讲母语，对不对？日本的。国语运动之后，母语还在哦。那那许多人各要讲何乐为，还是讲 K E 嘛？是不是？来，中华民国的国语运动之后，母语断根了。几位年轻人可以全场用母语演讲？谁在殖民呢？用这个观念来去看，到底是谁在殖民？来，第三名人，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啊，洗脑就是从教育开始的。那我们已经被洗很久了。来，这个就是最近的新闻啊，昨天呢、啊，来，这只是什么？啊，鹿哈、哦，不睡呢，它是马呢，鹿吗？最近来，指鹿为马。最近有一个姓马的说哈、哦，鹿茸是这个耳朵里面的毛了。那马耳朵的里面的毛不叫马茸，好、哦，啊毛先生耳朵里面的毛叫毛茸茸，马先生里面的毛如果耳屎太多，变卡住了就变马卡龙，是这样子吗？指鹿为马哈、哦、是中国秦朝的一个宰相哈、哦，伊做的啦。拖一只鹿啊来了，拉来了，啊，伊要显示伊的官威哦。哎、欸，你们跟我说，这一只，哈、哦，这一只是什么？啊，我说它是马，啊，结果下面的大臣哦都不敢讲了，说，哎、欸，不对呢，如果我说它是马，我不就是欺骗了皇上了吗？如果我是说它是鹿，我不就得罪了宰相了？哦，下面的群臣就开始担心了。啊，最后真的这只那個。皇帝知道嘛？皇帝知道他在那个宰相在显示他的官威啊，哦，啊，他故意说那个是马，然后让群臣感觉好像被捉弄这样子、啊。来，中国一贯伎俩就是颠倒是非，鬼也弄个得变过来，哦，混淆视听。伊讲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呐、啊，功过写给谁闹了？哦，你今麦啥物人拢不要紧，但是咱拢炎黄的子孙。哦，原来咱拢有赶快的祖先呐、啊。那赶快的祖先这个理论成立的话啦，哦，以色列说全世界都是犹太人，因为亚当夏娃生了众人，他是众人之父，众人之母，可不可以成立？全世界都是以色列国家，都是以色列人，哦，可以吗？亚当夏娃就是人类的始祖嘛，安尼咁对？来，我们都是中国人，政治是洗脑啦。没有一个种族叫中国啦，了解哈？我们都是汉人，来，中华民族那么多族，为什么都要是汉人呢？哦，中国人最近听说连高沙族也变成中国人了，哦，对不对？那个我们的当局，哦，当局说，哎，高沙族也是中国人，看得贵啊，来，文化式的洗脑了，来，我们都是华人，华人哈，不会的，那。中国人一个强力士，华人的华力士，可以这样子吗 ？China man 哦 ，China China China 拢会塞啦，支那人呢、啊？这个是那个正确的名词，他们就是中国人，就是支那人呢、啊。啊，你到底什么人？你是台湾人吗？刚是，是哈、哦，你是台湾人还是福尔摩沙人？过去咱的名叫福尔摩沙嘛，好，我给大家想一个问题：过去叫福尔摩沙，谁当时变台湾？咱来去想这个问题哦。
当时变作台湾。好，当时开始啊，是安怎变作台湾？来，爱台湾的人就是台湾人，是吗？来，马先生说他是台湾人呢、啊，这个也是马先生啊，他也很爱台湾啊，他29岁就来台湾了、啊，他也是马先生，哦，娶台湾的太太，学台语，生台湾小孩，吃台湾米，喝台湾水，死在台湾，葬在台湾，他是不是台湾人？是不是？现在大家都会说不是了。他是情感上认知的台湾人，我们认同他是，但其实他不是。台湾，我们在认定台湾，不是在讲情感的东西啦。情感没有办法定义啦。台湾民政府在讲的是法理的台湾人，法理的台湾人在没有买的赶快去买。那个新台湾论第一页他就讲定义，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原日本国籍的台湾人叫做法理台湾人，就是本土台湾人以及他的后代啦。你只要你的祖先有户籍誊本记录，那就是中国，这也叫中国啊。大家没有看过这种中国啦、哦、来，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啦，中华民国也是中国啦。如果中华民国与台湾断不开，你就会感到困惑了。来，这个历史课本说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蒋中正他说因为中共加入联合国，所以汉贼不两立，所以台湾退出联合国，所以我们要重返联合国，对不对？对不对？不对在哪里？还是对在哪里？我跟你说啦，台湾从来没有加入联合国啦，啊，怎么退出？哦，我说我退出狮子会，啊，狮子会人说，啊，我都没加入，你退出什么会？了解哦，路边一个人跑来跟你讲说，他退出台湾民政府，他连上课都没有上课过，他要退出来台湾民政府，啊，没有加入，哪来的退出？啊，干嘛重返？重返的前提就是你加入退出，所以才要重返，逻辑啊。来，一中加入民政府之后，你懂法理之后，你要承认一中政策，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同不同意？不同意也没关系，请举手。那么一言堂啦、啊，有人讲未使呢，我会惊呢，惊用一中的定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我会惊用统一体有无？好、哦，有无？惊向统一？请问，我们是谁？我来惊惊，什么人在惊？中华民国人会惊？台湾人，你别人要统一，甲恁兜什么关系？那免去惊统一啦。统一是伊免去统一，伊去签 X 法，你也去找 X 法，迄伊唔是用台湾的名义来签的啦。来，你的欢乐就是因为你内底这类物件没有被打断。中华民国不存在了啦，来，伊讲首都在南京，对不对？对啊，哎，今嘛在台北，对不对？啊，首都在南京，他现在为什么在台北？还去想嘛？还去想讲，谁那首都在南京啊？现在会在台北嘞？奇怪，啊，哎，人讲教育部封了，教育部没有封哦。过去中国人讲北菜，咱个当作真理咧信啦，啊，今嘛讲实话，咱个当作废话，当作废话咧信。咱即马讲真话啊，啊，咱甲当作废话啊。啊，伊笑伊啊，迄是咱笑伊啊，台湾人笑伊啊啦。人讲真话啊，结果咱讲伊笑呀。所以中华民国是用来骗台湾人的啦。中华民国就是流氓政府啦，吼。最后甲大家讲，你个头壳内一定爱甲这两个观念甲跳开啦。你若跳袂开，做者新闻你就看袂到，吼。一定要拆开这个新这个概念呢、啊。这个概念如果没有拆开的话，我们永远会在那边打转，迷魂阵里面打转，永远在那边选举，永远在那边投票，在那边抗议。你抗议根本就没有效，因为
他是占领你的当局，你抗议他，你要抗议他的老板，你抗议他没有效，哦，所以今天跟大家讲到这，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多谢。